奇迹出现，背后是一代又一代人的牺牲。同为两弹一星元勋的王淦昌学长曾经回忆他接到任务时的情景。1961年4月3日，忽然接到二机部刘杰部长约我见面的通知，我一看就预感到有重要事情，否则刘部长不会这么急着叫我去。到了刘部长的办公室，副部长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也在那里。刚一坐下来，刘部长就开门见山地说：王先生，今天请您来是想让您做一件重要的事情，想请您参加领导原子弹的研制工作。刘杰部长向我传达了党中央关于研制核武器的决定，随后他坚定地说：有人要卡我们，中国人要争这口气。我静静地听着，心里很不平静。党的信任，人民的重托，自己几十年来的追求期望，都将落实到我将要接过的这一副沉沉的担子上。我有很多话要说，但当时我只说了一句话：我愿以身许国。从此，这位世界知名的物理学家，化名王晶，走进核试验基地，为国家强盛奉献一生。